哎，也有啊，好的，是的。那在这里我们从为什么会带着铃铛呢？很简单，刚刚有看到那位壮汉拿着大竹筒到处去敬酒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错，这是我们吼嗨烟，哎，没有错，吼嗨烟，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呢，7月份的礼拜五、礼拜六呢，都是我们的这个是丰年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只要来，我们就会在不定时的在。每一个谁跟谁之间，我们就会来敬酒，用最传统、最高的敬意这样子去敬各位。目前没有看到是夫妻档的，有夫妻档的就另外一种。啊，有没有私下订婚的？啊，没有那个啊，私下没有关系，非常浪漫哦。像古时候说的"花前月下，私定终身"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？ 啊，就跟你们私定终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好吧？带来这首歌曲，应该是。